把妹。亲爱的，乖，把这一个吃了，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？不吃。撒溜痛快麻棱的，我爸好不容易包的。不是，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，我都吃了俩了。你差这一个吗？不是，媳妇儿啊，我不是不想吃，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、啊，它有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啊？汗饺子味儿。别瞎掰，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？我也就奇怪了，我爸今天怎么了？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。这不，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？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。太回来了，有吃的吗？有。哎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饺子呀，这是，我尝尝。是不是挺好吃？这味道很独特吗？啊，哎呀，啊，回来了，来来来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，我要不给你留。就那小子，他一点都不给你剩。爸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我带了个新朋友，是吧？志远，来来来来来，志远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志远，这是我岳父，你叫大爷吧？大爷好。这是大妈好。那大姐夫，哎，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？什么眼神儿啊？这是我的爸比，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。对，这是我二妹妹。哎，姐好。哎，这是我二妹夫。哎，二妹夫好。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。啊，哎，来来来，你不饿了吗？吃吧。啊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慢点儿。不是，我不饿了。那大醋有吗？醋。有有醋吗？还要吃醋？盘子就醋啊！再来点饺子，你再来点饺子，你再给他弄点饺子。来，志远啊，你过去，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。这小体格这么能造。哎，二妹妹，给我也弄点，我还没吃饭呢啊。彪子，哎，这个小伙子他是……哎呀，爸呀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呀？哎呦，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，这吃饭这模样啊。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，哎，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。嗯，大姐夫他心善呢，哎，领咱家吃饭来了吗？这不，哎呀，我说妹夫啊，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？我怎么了我呀？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？不是，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。他干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？你们？爸啊，是这样，嗯，志远呀、啊、是个有志青年、嗯、大学毕业，人家住在远郊区，嗯，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，人家要好好的学习，你知道吗？郑教授一提他呀，那都竖大拇指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哦，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。啊，哎呦，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。哎呦，你知道郑教授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谁不知道郑教授啊？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，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。不瞒你们说啊，爸，嗯，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，我说郑教授，嗯，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，嗯，咱俩共同开发，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？对呀。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？他同意了，说你呀鼠目寸光，看人真准。没关系，哎，商机来了，跟郑教授合作不上，我跟他学生合作呀。哎呀，大姐夫，我跟你说，这回你可立功了啊！这小伙子叫什么呀？哦，叫志远，你就叫志远吧。志远啊，猴志远。志远，志远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阿哥。呵，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？啥一盘啊？三盘，醋都打着的。行行，没事没事，行行行，差不多了啊。来来来，哎呀，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你？哎，大姐夫啊，你先别吃呢，你给介绍介绍我。哎呀，你自己介绍呗。你看这，介绍介绍隆重嘛，你。好好，志远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。啊，行行。
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，重新介绍搁着现在。顺丰贸易公司的啊，钱总，董事长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胡娜呀，是他老婆。哦，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，他也管财务。钱会计，对。您好，您好。什么钱会计啊？什么钱会计啊？老总，董事长，钱总。哎哎，志远啊，哎，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。哎，可不是什么发明家。顺丰啊，这我得说啊，你说志远这个小伙子呀，志向非常的长远。哦，人家呀，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。这个好。哎呦，您这算什么呀？啊，我研究的那个是啊，人类都不用吃饭了，这是一种新尝试、新科技，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可太高级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研究了半天，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。钱总，您理解错了啊！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，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？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！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？哎，我就明白这道理。你看啊，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，但是它不吃不喝，这是啥？光合作用。哎，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。有道理，没错，没错。您想想啊，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，人要是不吃不喝呢，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。钱总啊，您想想啊，您的商机来了，人类的福音也来了。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，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。这个芯片呢，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，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，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。您想想，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？哎，这大姐姐还鼓掌呢，你听懂了没有啊？你就，我听懂了，对，我明白了啊。以后这个世界啊，就他一人干活，咱们什么都甭干，世界就美好了。我什么事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，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。啊，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、专业的科技团队、专业的你啊，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。对，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，您有多少钱？哎呦，我花钱？你快拉倒吧你！哎呦，我要跟你合作，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，我都。我跟你说，你还给还人不吃不喝，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。哎，干什么呀，钱志鹏？怎么呢？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，你可以不合作，你不能这么挤兑人家，知道吗？人家志远很厉害，哎爸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，还有那些摄像头，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，刚修完，了不起呀！哎呦，爸，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，我跟你说，就那玩意儿，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，一修一个好。你们两口子呀，我跟你说，志远，哎，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？对，大姐夫跟你合作，有钱，这有钱，启动资金，大姐夫给你找。对，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。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，只要他努力了，就没有搞不砸的事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合作那得有钱。钱？你大姐夫没钱呐？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？对，拿着。哎哎啊，拿着。哥，哎，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？没事，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，我还给你投进去。那这得投到啥时候？这得这么着吧，不就是钱的事吗？回头啊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哥，哎，我有个办法啊，咱从那个小事做起。我有几个小发明，咱先投到市场，咱试试水，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？哎，这个好，我能玩啥？你厉害，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大姐夫他老实，他实在。甭想欺负他，你拿过来。哎，这我的钱，你先放我这儿。谁欺负我？我还就你欺负我。我跟你说，还有发明，你忽悠谁呢？你忽悠谁呢？你啊，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。来来来来，说。我真有一个，我带着呢。你带着拿出来。大家真能忽悠，你也听他的你。人家有发明。哎，你谁都信你。志远，拿出来给他看看。吃你的饺子吧你。钱总，您看。哎呦。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？这可不是耳机，这个呀是个助眠仪。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，把它扣脑袋上，待会儿就能睡着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？戴上就能睡着？您试试。等会儿，垫着你怎么办？啊？给吧。啊？我不用，我躺床上就着。
还吃饺子？不用不用不用、啊、爸，我问问你啊，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？有一个星期了吧。哟，哎，姓侯的啊，哎，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，我把你这玩意儿啊，我给他，哎，你别管你，我给我爸爸带上啊。不是，哎，你那个我不睡觉，我没耽误干活啊，对不对？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。行了吧，我今天玩我还给你包，看见没有？不是，你看见没有？钱总，我爸睡着了吗？您别生气，钱总，我爸越来越精神，你就是个骗子，你。不是，钱总，哎呀。今天晚上换个馅儿，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？行啊！哎，先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可太神奇了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猴教授，哎，当教授不敢当教授，我就是大学生。猴哥，哎呦，猴哥，我跟你说，咱合作，咱定了，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！别，你干啥呀？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？我不跟他合作，谁跟他合作？你跟他合作呀？你。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？你有钱吗？你就跟他合作呀你！我说咱俩必须合作，咱俩就开发这，就开发这个，哎，这什么助眠仪？助眠仪！哎呀，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，包给我啊，包给我，我可以，哎，我可以，我没钱没关系。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。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哎，我爸跟你说话呢。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？哎呦，这可商机无限的，猴哥呀！哎呦，猴大爷，我跟你说，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。哎，不行啊！哎，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，咱俩可就都发财了。钱总，我跟您合作没关系，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，这个是成熟的项目，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，把它投到市场当中。别，你等一下吧。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，啊，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，我看着挺好的，前景无限呐。啊，不行，要开发就得开发。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，找那个芯片。哎呀，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儿，咱先有了钱再说呀。你那个阿里巴巴什么玩意儿的，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，那玩意儿不行。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？异想天开。对呀，钱总，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？您想想。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？但是现在呢，都实现了，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，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啊。再说了，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，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？钱总，您就跟着我，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，把它研究成功之后，我还有新的发明，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，让它想亮就亮，让它想黑就黑，让它说刮风就刮风，让它想下雨就下雨。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，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。对了，什么那个海啸，什么地震，让他们见鬼去吧。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，我带着你一起，我们到太空，我们转一转，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，咱们俩人抓起个飞碟回来，我们化验化验它，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。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猴志远，志向远大，谢谢，有梦想了不起啊！谢谢您、啊，我这必须的，哎，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，对啊，我你就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？啊，你一块拿出来，我都看看。哦，别的，哟、啊，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，那行，就这个了啊，就这个，我再好好看看。哎，我说、啊、那个志远呐、啊，哎，你那个发明啊，可不能再给他了，明白吧？那个发明挺好的，你别给他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，哎，好吧，啊，哎，赵刚子，啊。你干什么你？你撬行啊你啊！我没撬行啊，我跟他是投资的呀，我知道你跟他投资。那你拿这当是没啥？啥没有？没有，你啥没有？我都饿着了。不是没有了？哎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我给你行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。我当然给了。那你给钱，你给钱，给，你给钱。我这有卡，这卡里有10万块钱，10万块钱拿着。密码多少？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？啊，藏手机号我知道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志远，拿着钱快走。合适，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你。啊太厉害了！爸，
这给你玩吧，行。你这不是个馒头吗？钱顺风啊，10万块钱呢！哎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我钱呢？钱顺风，我弄死你我！回去吧，我先带他睡会儿。